狂轰三个第一，两米零一天才复工打爆联赛，恭喜朱婷！巴黎夺金有戏了。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我是三三。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目前中国女排的一些球迷看到。谢谢大家。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那么目前呢，我们中国女排的一些主力、啊、在目前全国女排联赛当中比赛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啊，目前中国女排呢整体也是处于一个待整理的状态，所以呢，各大主力呢都在最近在参加全国女排联赛的一个比赛。而从目前来看，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最新、最新结束的一个全国女排联赛当中呢，其实天津队这边呢也是再一次迎来了七连胜。那么最终我们也看到，在本场比赛当中呢，天津也是三比零呢战胜了深圳队，那么继续保持一个领先的一个姿态。 而我们也看到，其实啊，天津队这边呢，其实啊，本场比赛呢表现不仅仅是全体球员出色，而且尤其也是有一个天才级的一个副攻呢，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让球迷心服口服，她就是我们中国女排的天才副攻手袁心玥。 那么我们也知道袁心玥呢，身高两米零一。那么她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抢眼。那么本次比赛是她这一次呢第一次参加一个正式的全国女排联赛。那么在此前呢，本赛季呢，那么在此前她只是参加了一个超级明星赛。可以说呢，自从在奥运会之后的话，确确实实也是阔别赛场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因此，正常来说，可能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呢，可能阔别球场太长时间呢，就会造成状态受到一定的影响，就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成绩。 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一场去面对深圳队的比赛当中，基本上就相当于打小学生。而袁心玥呢，也表现出了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这一次呢，他首发登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打满了三局比赛，并且呢，最终是疯狂砍下了十六分。那么进攻的成功率呢，是高达百分之五十九，而且呢，他的一个得分呢，已经是超过了他们球队当中的李盈以及瓦尔加斯呢这两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得分手。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包括他个人的拦网成绩呢，也是砍下了六分。所以呢，其实啊，从他的一个整个人的一个总体成绩啊，砍下十六分，包括他的一个进攻成功率百分之五十九，包括个人的拦网呢是砍下了六分呢，这三大数据呢，也是排在这场比赛当中全场第一的。 所以从这一场比赛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不仅仅是天津队获得胜利，而且袁心玥在本场比赛当中展现出了一个这个神奇的统治力呢。那么确实是其他副攻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确确实实,实，其实啊，这一次我觉得对于天津队来说，不仅仅是如获至宝，甚至对我们整个中国女排来说呢，应该都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很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在此前东京奥运会惨败之后呢，很多球迷自然也都非常的期待，说朱婷他们能够继续带领着中国女排，在四三年后的啊巴黎奥运会当中，能够重新拿回金牌。 而从目前来看，那么在前段时间呢，袁妮已经退役，所以很多人也都在担心说，我们新的七仙女的阵容要怎么样去补上了？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啊、呃、优秀、更年轻的一些球员能够顶上去呢？那么从目前来看，其实起码从袁心玥她的一个成长来看呢、啊，我觉得将来她肯定能够在中国女排这边呢去挑起更大的一个大梁，也能够接起那些退役的球员的班呢，继续带领着中国女排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而且从目前来看，其实啊，确实在目前全国女排联赛当中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年轻主力呢，都表现出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恰恰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向。那么接下来，只要我们中国女排的新的一个主帅能够到位的话，那么进行一个集训，带领着中国女排调整好状态和磨合呢，我相信我们依旧有希望能够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去夺取金牌。 所以这次也真的要恭喜一下朱婷，虽然说她在本赛季的一个联赛当中不能够出战比赛，也在养伤，但是呢，她的队友、她的一些球员呢，表现得越来越厉害呢，确实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女排都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我们也期待他们将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